龙龙，喂，你在干嘛？等一下就下去了。看恐怖电影呢，我们。你们先看呐。你是不是怕？你胆子好小哦。我最喜欢看恐怖片了。真的假的？这是关于什么？鬼的还是恐怖的？就惊恐的，惊悚的。这个人，这个娃娃就是会把人的舌头割掉。你别吓到我。欢迎来到什么什么小镇。你看过？欢迎来到死亡小镇。对，就这个娃娃。对对。哦，他都住饭店，对不对？嗯。对，他是去饭店的。你看过？我记得都没错的话，他之后会去一个地方大战，因为他好像是再次又看到这个尸体，让你很惊讶。他应该是有这样子的经历，他的老婆好像也走了，他老婆的精神状态是不好的。最后的大魔王是女的。嗯。啊。哇，从我会变大变小，跟人一样。不是，是他是转过来。你干嘛？没有，我在看。他就是，他想看，但是每次有鬼的时候他都不看。跳把他哦！跳把他哦！干嘛了？你叫啥？突然转头了。你先叫的，我后叫的。你没看到吗？我没有。怎么了？就把别人把他丢在那儿穿，然后那娃一转头猛的。哦，绝了！我先下去了，你们要找我，上楼下找我玩。他爸旁边那个女的，她是最完全的人偶。好的，现在北京时间20:16，欢迎各位锁定善良直播间，我是你们的绿色男主播善良，好久不见各位，你们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我可能是就好久就没跟大家见面了，我看到你们这个发型，你知道，你们的力量是很大的，那，我在意更多的是。你们完了？没有没有，农农他休息。哦，没事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这么激动？没事。你要不要过来？你要那边有椅子，你搬个椅子。对啊，欢迎所有的朋友啊！这他叫高秋子，是马蜂工队，马蜂特战队。再说一遍，蜜蜂少女队。对，蜜蜂少女队，然后高秋子。是不是发现我的脸突然就瘦了？你是不是开了瘦脸的呀？哇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开瘦脸？哎，你哇，你真的要减肥了？就是你知道你瘦了之后还是挺好看的，真的。你开了个，有本事你就把瘦脸关了。我把瘦脸关了之后，你看现在开的是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做好准备。其实也没有开到100%，就很大，就一半。开一半，开一半，这不很正常？他那个可以关掉了，你可以关掉了，真的是关掉了。他本人应该就是这样子的，还好。我听他唱歌，我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就是声音挺好听，就本人唱歌真的很好听。我觉得你有必要实力，就是让他们打一波脸那些喷。可是我要唱什么？就你随便唱什么。我要唱一点点。有一束光
的瞬间，是什么痛的刺眼，你的视线是谅解，为什么舍不得熄灭，我逆着光去看见，哦耶，感觉爱存在的地方一直就在我身旁啊，这是纯清唱啊，好害羞啊，哦，他们都在夸你。后来就看到有个人发了一句我们都很想你啊，我得有年，对，有好长好长时间不播了，你就是、那他们肯定很想你啊，我觉得你应该能感受得到，就是、他们就是这帮粉丝，就是你会很感动，他会我说，而且我今天开直播，就是他们说我瘦了，我就受不了。没有，我一直就挺知足。你知道我在没去创造101之前，我的粉丝30000，然后现在能有快600000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我在一点点进步就已经挺开心了的，真的。就像我也好，还有高秋子也好，我们都是非常需要别人就是认可的，它是一种力量，能够让你不断的就是往前，一直不断的向上。何老师辛苦了，厉害不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毕竟演了十几年了，我们。哦，对，这不是我们有王大哥嘱咐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凤梨酥。说那个交朋友的时候，凤梨酥。拿凤梨酥交朋友。太阳饼。这是哪个王大哥？王健林。哎。然后这四个，一人俩交朋友去，是不是？不能亏待身边的人，去吧。这什么意思？王大哥就交朋友的时候要拿散装饼干来。对，还好没听抓的。嗯，那为什么只给了我一个？哎，对。好吧，那行，那我们就改天见。嗯。问一下他们就是。等一下，喂，诺诺，干嘛？喂。哎。兄弟。哎。我正在回来的路上。我们刚看好。你还要多久？我还要2个小时左右。立农，给我煮个饺子。煮饺子啊？我饿了，他也得吃，太饿了。好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哎呀，挺有意思。回来了，回来看世界杯啊？看看球。今天有球啊？对对对。啊？回来了，先上个厕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好吗？我没带电话，所以我也联系不着你。你怎么刚睡醒啊？好饿，好饿。走，弄吃的去。走。走。你有想念我吗？你有想念我吗？没有，我今天看了鬼片，然后还跟善良有直播。看的什么鬼？看，你是个鬼。没有，我说看的什么鬼？看，就是那种木偶，可吓人了，那个美国的，我的妈，绝了！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剧场。所以你们看完就回来了吗？出来就上高架，就上来了。对，去不去看？看球啊？几点开始？已经开始了，1-0了都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看球，看球，看球！我其实挺看好比利时的。英格兰和比利时谁进都高兴。英格兰是上学时期支持的球队。上学时期就贝克汉姆那个时候是吗？对对对。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哇，哎，给踢，有了，踢，哎呀，角球有机会，哎呀，抓住机会啊，比利时来了，来了，哼，好位置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停了？
节奏没倒回来。对呀、他顿了一下。对呀、不应该停，就大家都在那个节奏里，对，他犹豫一下。对，后劲儿了。